咱们兜鱼，小的时候就兜鱼。小的时候我们就在家拿毛巾兜鱼，一会儿我们再兜一下子。是不，梦姐，咱仨，你妈在那洗衣服，咱在上面喝了水兜。你哎，谁让你拿抹布？谁让你拿那玩意了啊？儿里，对不起啊，你干啥拿袋子来啊？你们不知道大鱼吗？哈哈哈！哎，这一看我怎么大鱼啊？开始开放。等啊，第二个太远了，只有八米。好像你别掉下来，这俩人在这专心兜鱼呢。这俩大疯子，男孩，男孩啊！儿子，你给我拿水。这小鱼这个可怜呐！哎呦我的天老爷，不好兜啊！来，来老弟，哎呦，大爷，这哥呀，你直接放里头，一会儿就爱抓谁。啊，过来，大姐夫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想好的，放哪个？水。好了，地毯。大爷，火大爷！来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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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家俩吧，你们不行。打的鱼真大。哎，别摁傻了啊！有！你敢精神病吗？我大姐，哇！你们俩放哪个？哎，谁往里放的沙子？姐姐，你怪他，姐姐，啊，过来，你吃啥呢？再来，再来。但他们现在往先往脚上靠。嗯嗯。比赛开始了。哎，这两条挺大。这俩是两条吗？这两条两条。姐姐。要不然往里塞了一苗。这个大王上呢？这整点水呗。鱼疗中。行了，这些够了。哦。走吧。端回家，咱们回家给孩子们玩。啊啊啊！你也塞。你别在沾水了啊！挂了吧。走吧。哎哎哎！走回家。啊！行行行。回家再换，走吧。今天玩的太开心了，终于兜到鱼了。还得我表妹说嘛，她小的时候跟我合作，经常兜的。完前几次来兜不着，是因为没有她。